投币开始游戏，游戏开始倒计时，点击开始按钮，爪子随之移动，瞄准目标，再次按下按钮。当爪子勾到票圈，就会掉落推盘，推盘再把票圈推下转盘，得到相应的票数。当你掉下的是蓝色票圈，就会亮起蓝色这一个格子，慢慢累积到这四种颜色，就可开启下一关抽选超级大奖。集齐四种颜色，跑马灯在跑的时候，按下按钮，停在一个格子，就会得到一定数量的彩票。超级大奖，等你来拿。